拒绝废话，主打一个省流，走进科学来了都要把他拉黑。他家的墙内居然长出了头发，并且连坚硬的瓷砖都给抵破了。他朋友过来玩，喝多了撞到墙后把头发扯下来了。平静的一天，小伙的胸口居然出现一个血红色的手掌印，就像有人刻意印上去的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从天而降的掌法？他睡觉的时候手压胸口上。这间超市每晚都会响起警报，表示监测到有人入侵。然而超市里足足有13个摄像头，却没有一个能拍到小偷的踪影。小偷是个黄鼠狼，监控拍不到。平静的山村出现旷世奇人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能随心所欲从皮肤吸出鲜血。他牙龈出血，一个闪光的白球从天而降，是外星陨冰还是包治百病的无根之水？村民纷纷上前品尝。我甜点头的还是咸的还是苦的？飞机的卫生间漏。大姐说她家的狗狗很奇怪，每天都要舔她的嘎吱窝，只要她躺下，狗狗就会依偎在她身旁，不停地舔她的嘎吱窝，就像小孩吃奶一样。而且更奇怪的是，狗狗只舔右边的嘎吱窝，从来都不舔左边的，因为它有单边狐臭。